话说广寒宫里有一个仙家，相爱之言却像个天涯。那女子这一指月桂花，贵州那西望牡丹呀，惹得那凡人欲念成妖。七夕念哪吒身不老，早知道不如随手扔掉。何以特别心的那幅牡丹桂花，奸诈之人的醉翁之意都没有。嫦娥本是一个凡人，女儿无奈她独自吞下。